林洋配的李洋跟王麒麟拿出战巴黎奥运羽球男双金牌赛，对上了中国的梁伟铿以及王昶，在最终以21-17、18-21、21-19卫冕成功，为中华队在本届的金牌数开张。王麒麟和李洋对中国队的梁伟铿以及王昶，在开局的时候呢，王麒麟的背后击球和往前加压取得4-1的领先，稳住了优势，以21-17抢下了第一局。第二局中呢，中国队连续追分啊，双方一度战成了6-6平手。虽然林洋配一度将分数追回来，不过最后是以18-21让出了第二局。在决胜的第三局中呢，双方分数互咬，林洋配频频的破坏的对手这个进攻节奏哦，最终以21-19、2-1的局数夺下了金牌。林洋配夺下这个台湾的本届首金啊，也完成了羽球队史上男双连霸的纪录，让颁奖的典礼现场响起了中华奥会的会歌。媒体人黄阳明就表示了，难得在奥运的赛场可以听到这么大声的国旗歌声。有网友就忍不住说，难得我的眼泪都 hold 不住了呀。羽球男双组合的林洋配呢，他出战决赛，我们刚刚有提到以2-1击败了这个中国队，成功2连霸拿下金牌。其中王麒麟的女友陈诗媛也在 IG 上发了现实动态，王麒麟躺在赛场的地上呢，手拿金牌开心自拍，而王麒麟自己没有发布这张照片哦，反而是这个女友的专属照啊，网友就再度被放闪了一波。王麒麟的身后就是这个印有巴黎这个奥运标志的赛场的地面，脸上露露出了这个屁孩般的笑容。女友陈诗媛就笑着说啊，这是屁孩林和他的巴黎奥运金牌，两人的甜蜜尽显无余。除此之外呢，也有网友直接在社群媒体的翠上面问两人是不是可以结婚啦，竟然调出王麒麟本人来回应哦，他贴出了一张日本的结婚仪式的表情符号，引发网友轰动。那这次林洋配呢顺利夺金呢，其实不止他的这个女友或他们本人开心，全台湾的人都为他很开心啊！在台北之山的大厅广场，加油声就轰声雷动，有现场的球迷情绪高涨。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当时的现场画面。感谢我们台湾，我们道道地地本土台湾所培养出来的两位选手。李洋虽然他爸在金门，他是在台湾长大的，哦，他为我们台湾争光，绝对不是我们两家，是我们台湾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一个荣耀。他让国际上看到我们炎黄子孙在台湾可以这么刻苦耐劳、奋斗不懈的生存下来，也让所有我们在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子民
共有荣焉。这次的林洋配王麒麟跟林洋击败了大陆的组合，再次拿下了奥运的金牌。比赛结束之后呢，在微博啊，其实也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哦。这场的海峡大战呢，甚至有人在微博发文大骂裁判不公，令羽球的裁判一词啊，也登上了微博热搜的前五名。微博上的网友的不满处呢，他们是怎么说的呢？第一是针对这个王场的发球啊，裁判一共判了三次的发球犯规。所以这个网友就认为有点不公平啦。第二个就是第三局的其中一颗球被外界判为这个是大陆网友就认为说应该是在界内啊。对此也有部分偏激的网友直说啊，裁判你是不是眼睛瞎了？其实这样的说法呢，到目前为止还是讨论度蛮高的。不过现在这一次我们的金牌好手拿下了金牌，台湾人应该要为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你昨天有没有熬夜看一下这个奥运？你有没有觉得很紧张拿下金牌这件事情？当然有，不是紧张而已，我觉得太惊。彩了，我真的觉得说，林洋配哦，好像是一个专门为了奥运而生的组合啊。就说你每一次都觉得想象不到啊，就说他们在普通的时候的战役，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个高低起伏啊，而且各方面的这个默契等等。可是，一遇到那个奥运的问题呢，就奥运的时刻就会大爆发。而且那个大爆发呢，就是超常爆发。我觉得这个相当违反一般人的常识，因为其实奥运有很多顶级的运动员呢，他们在遇到这种觉得为自己的家国荣誉要拼那个奖牌的时候哦，有些时候都会紧张到失常或者是觉得没有办法把他最好的一面在奥运这个表现出来。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嘛，真的能够在奥运会上面破世界纪录的比例其实不高哦。那这些人都是因为心理压力很大。那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林洋配他们是多大的一颗心脏啊！哦，四年前的奥运金牌得主，然后之后呢，东京奥运之后呢，他们的状况很起伏，而且年纪又比较大了。这里杨还都已经公开宣布奥运会就要退休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他面对的对手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我觉得能打到昨天那样有如神助哈，尤其在王麒麟，所以很多人还在讨论。我看到一个报道最搞笑，就发现说他鞋子很干净哦，那大家就说因为他常躺着打球。我觉得他的躺着打球的绝技哦，简直也变成是一个秘诀。总而言之啊，我觉得他们不止昨天打得非常的精彩，能够两届奥运连得金牌哦，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应该已经写了历史了，这件事太了不起了。我昨天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在家里也是跳上跳下的。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